等一下，你的部分你可以先走了，你可以先走了，你可以先离开。好，啊，如果你再不离开，不在，他只能选择我还在落实还在开发的救赎啊。昨天地震那么多次，今天还在余震。特别是昨天发生了十几起的地震，让苏花公路发生了一堆的坍方跟落石。请问苏花公路是安全的吗？如果当初因为安全的议题盖了苏花改，那为什么现在苏花改又因为安全的议题不让机车行驶呢？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读后小客车？